不是要囚禁我吗？为什么要解开禁禁锁？是智者大人的意思。你说的智者大人究竟是谁？他到底想对我干什么？您进去就知道了。余荒这么大张旗鼓地把我带回来，消息一定传遍余荒了。不知道殿下有没有安全回来，还有苏魔，我得想办法出去。无色城的水镜竟然是打开的，可是水镜不是只有大司命能打开吗？这里究竟住了什么人？玉珠，师鹏大人，智者把空丧的白王带上他，想要做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上次是空丧的太子，这次本该下牢狱的白王，竟然也被送上他，难不成？玉竹不敢揣测智者大人的心思。你们姐弟二人，如今是有越来越多的事儿。瞒着我了。玉珠无意隐瞒，我确实不知道。智者大人只是吩咐我将空桑白王带到天庙，其余的我一概不知。不听话的狼崽子，该处。智者大人竟让雨竹带空桑白王上塔。说起来，智者大人近来有些奇怪，已经好久没有传达指示给我们了。就不知智者大人是不是将所有的指令直接通过雨竹传达给了雨幻。你就是智者，我就有一刹那叫你认作是他。你把我囚于塔上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我看到你飞身追他，也看到你跃上城楼高呼天佑空桑。我想看看你，看看你是否像他一样。
越来越放肆了。你不惧怕日光？按理说，五色城中的六王都应该惧怕日光，永远的生活在无尽的黑暗之中。你既然知道我怕日光，还让我白日上他，你想让我死不必这么麻烦，直接动手便是。我怎么舍得让你死？李公主还黄宋的？你怎么知道？又是他。不过也只能是他。用烈之术将他的部分灵石剥离出来，注入到这颗珠子中，只有才能吸收配珠者周身日光。自你配珠之日起，日光所灼伤的便是他化到这颗珠子里的灵石。苏墨，你这个避光珠是怎么拿到的？我拿东西换的。是什么东西啊？珍贵吗？如果珍贵的话，还是还回去比较好。没有什么东西能比你见到日光更珍贵。这避光珠竟然是苏墨如此得来。司大人，请救救少主。你们先下去吧，我给海皇疗伤。白英。白英，你就是那个智者，你找白英做什么？怎么那么像真兰？他可是用了半条命换你在日光下行走。白英，我可以保护你，你会跟我走吗？你在想什么呢？为何如此悲伤？海皇都只会这一招，你就不过蜘蛛的把戏，却总能蛊惑人心。这珠子里竟施了法术，告诉他，让他来救你。上次他擅闯惊塔，被我修理了一番，看他这回还敢来吗？他不会来救我的。真的吗？你要对付的是空桑，是皇天后土，与他们全仙无关。怎么无关？从始至终都与他海皇有关。只要将你擒住，无论是海皇还是空桑太子，总会过来一个。白英，太好了，少主，你醒了。四师，我到底怎么了？你的灵石与另一股力量发生共振，甚是诡异，而且我也靠近不了。海皇，你伤势为何如此之重啊？我只记得当时我在化神术。不过少主，你怎么会一个人坠落镜湖？九一山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劈天剑可有取得？取得了。那我们下一步就是帮空桑
解决鬼神渊的封印吗？此事暂缓，既然已经取得辟天剑，我想先去解龙神封印。对了，空桑那边怎么样？没有消息。妍希回来了吗？我已传了消息去往九一山，让他尽快归隐。之前让你们打听的事情可有眉目了？此事我正要向你禀报。好，去议事厅吧。是。海皇，你大伤未愈，还需静养。没有时间了。刚刚是梦吗？大司命，大司命，快醒醒，快打开水晶，怎么了？快一点儿！殿下，殿下，你抓阿英不见了，阿英被抓走了。我的老友啊，你说什么？阿英，阿英怎么了？快打开水晶。静塔，阿英，阿英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哎呀，静塔有结界，水晶无法探测到它的内部，这可如何能进去呀？哎呀，是那个黑袍人，他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为何三番两次把我们叫上静塔？殿下，眼下皇天不为我们所用，要不然让海皇一起去营救吧。我会让西京陪我一同前往，我解开了两个封印，恢复了一半的力量。况且苏墨回大营了，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协助我们作战。怎么了？六王灰飞烟灭的事我们都已经知道了。殿下请恕罪，老臣实在不是故意隐瞒此事啊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这件事我日后再给你算账。眼下最要紧的是要救阿英出来，所以这次我们只能靠自己了。少主，我们按您的吩咐查了苍流的底细。七千年前，苍流在云荒战乱中战败，被星尊王逐出云荒。大约百年前，苍流似乎受到了什么启示，突然建造神机军器，一群流浪者被训练成强大的战士，而对周边极尽侵扰，最终吞并。有查到是受谁的启示吗？他们苍流认为是武师的力量和智慧，但奇怪的是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们的武师就有不老容颜。和清晨一样，而清晨的药是那智者给的。而苍流和空桑也不过百年寿命，怎么会长生不老呢？难道这云荒大地还有比我们全仙活得时间更长的？静之术和烈之术呢？起源地并非是苍流，苍流记中也并未记载，而且这千百年来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二位会这静烈之术。我是在无色城的藏书阁中找到的。我的静之术是在云荒之外学到的，为什么空桑的藏书阁会记载这样的事情？空桑的藏书阁是专属于星尊王的，后来才慢慢对其他王室开放。如果是这样，那当初在谷中受我力量之人难道是静塔上的那个人吗？作为海皇，他的确比七千年前那位要强大很多，可是他的修为还是太浅了，这避光珠不过只能保你一时，我能做得比他更强大，让你永世不去日光。少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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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怎么了？使用这股力量吧，必定常遭反噬，得像我一样如获纯青。
又是怎么？才可以真正的将他化为己有，凌驾于天下。刚刚的影像是真的，我是在避光珠里吗？苏墨，你说什么？白鹰能听到我说话的声音，但智者却听不到。白鹰，如果你能听见我的声音，不要做任何的反应，也不要回答。太像真兰了，之前真兰怀疑他是空桑人，看来他俩的确有关系。你问问他，对碧光珠做了什么让我来到这里。你之前对这碧光珠做了什么？告诉你就没意思了。问他，他为何会精炼之术？苏蒙为我做这碧光珠，这法术空桑之前从未有过，你怎么知道？我为何不能知道？不过他真傻，明明修为就这么一点儿，却用在了这个地方。对，用在我这个要灰飞烟灭的人身上，是傻，太傻了，所以我会用尽全力保护他。那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活着出去。我可以告诉你，趁你们去九一山的时候，我同时接了一个更大的结界。无论是海皇还是空桑太子，他们不过是飞蛾扑火，到时我就将他们一网打尽。白鹰，碧光珠的事情我以后再跟你解释，我们先想办法出去。四世大人，少主这是怎么了？为何又昏迷？海皇体内有多重力量纠缠互撞，互不相符，这种凶恶之气让他昏睡。四世大人，请您救救少主。我定会全力以赴。西京，你在看什么？殿下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怎么奇怪了？完全没有手柄。那不正好，快点。从哪儿进？白鹰，现在我出不去，也不知道为何在这碧光珠里。你试试跟他对话，看能不能得到什么信息。到底谁会先来送死？是空桑太子。你希望是谁先来啊？我希望他们谁都不要来。你希望自己死？放心，不用我动手，你的结局也会如此。人生在世，很多事就是这样，终其一生都求而不得，事与愿违啊。如果得不到，我也不会强求，对我而言，此生已经无憾了。无憾，人的欲望当真如此简单吗？力量、占有、渴望、嫉妒、痴狂，还有恐惧，
当真都能克服得了吗？白银，不要让他试探你，试着把话题转移到他身上。你说的那个人是阿威吗？阿威，是我伤害了阿威。她是船王世家的妖女，我是他们请来的星象师，他只分开过两次。两次？一次是他出海远行遇到了风浪，我寻遍了玉皇大帝，在碧落海寻到了他。第二次，千年前，碧落海的出口就已经被空桑人封印了，怎么可能找到阿威？而苍流和空桑也不过百年寿命，怎么会长生不老呢？白银，你问他活了多久？你在这个世界上活了多久？七千年，时间对我而言早已无用。一个像真兰的人竟然活了七千年。你曾说过天地如此寂寥，你不会留我一人在这世上，可如今你却独留我山河永寂。山河永寂，这不是星尊王写下的吗？日升日落，而言都早已化为尘埃，你留我一个人变得绝望，我只能看着你的画像。难道是那本书上撕下来的？你还和当初一模一样，你没有改变。不要受他蛊惑。白银，你听我说，我去了花神树下，看见了你留下的木牌，我知道你心中所想，你比任何人都想活下来，你想跟我一起回到碧落海。白银，等空桑重见天日，
全仙回归碧落海，大家都在欢喜之时，我是绝对不会让你灰飞烟灭的。我不相信明月会对我如此的苛刻。白英，你相信我，我可以改变这一切。明月无法改变，更无法摆脱海皇。每一次都是你在搅局。就是这儿。等一下，又怎么了？南关没有守兵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少主，你醒了。海皇，我已将你身体里的至暗之气全部吸出，这凶邪之气在茫茫六合七海之间，天上地下从未出现过。我还是要尽快获取龙神之力。宁亮，你照顾好四师。少主，你去哪儿啊？静他。你把我困在这里，又不杀我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留住你，才能见到他。阿维，七千年你可还认得我？我想看你是否像他一样，你还和当初一模一样。七千年，阿伟，难道他是星宗王？阿郎，我一直在等你，你带我回去吧。我一直在这里等你回来救我。我心之所属一直都是你。
是白眉，别被他骗了。是，他等着我去救他。不是这结界在，他早就逃跑了。他不会的，我等了他七千年。老魏，此事他怎么浑身发烫？宁凉，你先下去吧。苏墨，他体内有多重力量，虽然我吸出了那股暗黑力量，可他尚未恢复，又前去敬他，现在法力更加不足，难以压制境裂之术所引发的反噬，这才昏迷不醒。他法力不足，是因为他把一半的灵石注入到了闭光珠里，是吗？那他昏迷是因为反噬？是。苏墨，你已经睡了很久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傻的人。你为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，可是你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，你什么时候才能醒？我有好多话想要跟你说，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。你醒了？被你吵醒了。你感觉怎么样？好些了吗？我没事。我休息几天便没事了。你撒谎，你把你一半的灵石都注入了闭光珠，对吗？
你为我做了那么多事情，可是你从来没有跟我讲过。我总是想着我可以为你做什么，可是我什么都做不到。我甚至连陪在你身边都做不到。白烟，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。无论以后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我都不会再让你消失，我都会一直陪着你。你愿意相信我吗？念归去，彼时梦来了，太子哥哥晕倒了。殿下，是怎么变成这样的？阿英被羽幻送去救他，我和殿下想闯王宫救他，可当殿下试图用皇天之力冲破结界时，结界内突然飞出一股极强的法力，直击殿下。是什么法力？我也从来没有见过。先别急。大司命说，如果能再解开一个封印，增强帝王之力，或许殿下就能恢复。我可以，我有碧水珠，我可以解鬼神渊的封印。你一个人能下去吗？我送大圣去。你知道你要面临什么样的危险吗？我知道，我都背过，我还会潜水术，还会隐身术，都是太子哥哥教我的。我不能让他就这么死了。以前的时候我害怕，都是你们陪我保护我。但是现在要换我来保护你们。好，解开昆龙渊的封印后，就只剩下镜塔上的了。灰飞烟灭一事，还有其他的办法吗？你们都已经知道了。我们百年前就做好这个决定了，请大家不要再犹豫，快去救人吧。好，我相信殿下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，我护送他们去鬼神院。好，好。赤王、蓝王，立刻带殿下回雾色城，请大司命查阅古籍。如若此法不成，必定要找出其他办法。那空桑白王，据说是在智者大人的眼皮子底下逃脱的，而且还没有下令抓捕。这好不容易抓来了，哪有再放走的道理？你最近可接到过智者的指令？没有。会不会是雨竹那小妮子瞒报或者假传智者大人的指令呢？我谅他也没这个胆子。他是不敢，但如果为了他那个野心昭然的弟弟，可就说不定了。这次那个羽幻硬是活着从九翼回来，还立了大功。报大人，南州少将军来报。是彭大人，飞廉与全线勾结，正押送回城。看来我要借此机会把本该属于我的东西夺回来。
这下面就是鬼神渊啊。那生，之前练过很久，不要害怕，也不要慌张。小心鬼神渊里看到的东西。我会保护好他的。我，那生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。去彼时